郑凯文是今天中英兄弟推派的先发投手啊。那 WHIP 比较高，是安打数比较多，尤其是面对左打，是维持着很好的上垒率。主要是李凯威有非常好的选球能力啊。对，一定的打击，重点是上垒率够高，然后还具有速度。我一开赛是被郑凯文的变速球三振，一人出局。哇，进垒点控制得很好啊，这让打者会觉得有机会进到好球带。因为够低啊，在膝盖的高度往下掉，所以最后下坠的幅度啊，超过打者的预期。郑凯文就是上个礼拜二的比赛，也是有从他手中敲出全垒打，而且这是包含上周挥出全垒打的数据。对，打点榜上也排名第二。不过这个时候，刘继宏遭到了郑凯文的三振，这个半局龙队留下一个垒包的残垒，没有得分，目前双方仍然是0-0。